让我很安心的，就是推树、劝树、如树。的确，真正的爱，富裕再多了，无不都是呢一个爱心。所以，爱心，爱人及物啦。假如呢，这样的爱心可以汇合起来，这肯定天下和平啦。不过呢，这样的儒术是从每一个人的一念心，虽然是一念心啊，在每一个人的一个行动而已，但是有困难。要说说服自己儒术就不简单哦，但是不简单的事情就是最简单的，只要一念心，心念一转呐、啊，不也就是最简单吗？但是偏偏就是在这样心念一转之间的困难，各位菩萨。也许呢，我这样说来，好像是很简单，那是很深，深的也许大家不能理解，但是呢，现在就是缺乏了这一块，很简单的一个心念，成为了不能理解的困难，才会让天下苦难这么多，相信呢、啊，人人呢、啊、解开了心灵的迷惑，人人能做得到。很简单，树一个字，两个字推树，再两个字如树，这就是很简单的，请各位菩萨们。大家有心啊，要推动树，我很欢喜，这不能再拖延的，要再拖延下去，一切都来不及。所以期待线上的菩萨，尤其是在美国，还是呢，大家要多用心，尤其是多是年轻人。年轻的慈一代、慈二代、慈三代，你们现在一代一代啦，都是呢受到了很高的教育，要来发挥呢，人人呐、啊、先自我实践，再来呢先导，这不管是从语言、文字。在身体力行来带动，这个力量就很大。是啊，大家呢，真正的要多花心，多立愿呐、啊，感恩菩萨们，就地呢，人人把师父想的，你们很用心，铭刻在心里。师父说的，你们呢？也是都听进了内心，铭刻在心，所以把我说的、想的，你们都把它很当一回事，这我就很安心了。菩萨们，这个时刻了，正是大家要加油，在佛法来说精进，还要再精进，再。一念间，感恩菩萨爱的能量汇合，感恩祝福大家要平安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